战极限牌微电影，恢宏零片酬牌情绪病人微电影。近日公布剧情，恢宏在首届杭州国际微电影节上透露，自己最近也拍了一部讲情绪病病人的公益微电影。之前恢宏曾经备受情绪病的困扰，近几年终于是摆脱病魔，重新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。为了自己喜欢的电影，恢宏经常是自降片酬或零片酬出演。其实微电影应该是没什么钱的，我上次拍是一毛钱都没拿到。乐半天综合报道。